今天用白玉菇教大家做一道大人小孩都爱吃的家常菜。家常菜就得家常做法，这样比较实用。用手撕开之后下盐，抓拌均匀，让它吸收味道。你要是每天不知道吃啥做啥，点我头像旁边的加号就可以收藏，主页更新了1000多道详细美食，学到就是你赚到。下玉米淀粉，玉米淀粉吸水性强，用来拍粉炸东西最佳。准备辣椒粉、盐、白胡椒粉，调成所谓的椒盐粉，油温烧到6成，分开来下，比较不会结成一团。6成油温怎么判断呢？就是你下食材的时候立即冒泡，就在6成油温左右。录制视频不容易，点个爱心支持一下吧，感谢。炸至表面金黄，捞出。7成油温，2次复炸一下，比较酥脆，吃起来不腻。加葱、蒜、红椒末，撒上椒盐粉，翻拌均匀就可以装盘啦。喜欢做菜的你，不要忘记了，主页每道菜都很详细，总有一道适合你，不要错过哦。